台湾知名品牌与台北101合作举办星空桃花源派对，邀请艺人萧亚轩出席活动。该活动结合公益，为台东偏乡弱势家庭一元椰蛋梦想。同时，身为活动爱心大使的萧亚轩认为非常有意义。今天来这里，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好好的一起享受这101套春夏的全新的服装，以及我觉得这次也有很多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可以帮很多小朋友们完成他们就学的心愿，所以就是我觉得意义很特别，很不一样，也希望大家可以除了时尚，除了音乐之外，也可以更关注很多社会身边的人，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关怀。先前法国巴黎发生上百人伤亡的恐怖攻击事件，当时萧亚轩也刚好在当地，他还原当时自己人在巴黎的经过，似乎还雨季犹存。就快越来越后面越来越才发现原来是恐怖分子，然后就回到饭店，然后把所有电视、房间、客厅的全部电视打开看。然后就才知道这么严重，所以然后在房间其实就一直听到外面有那个救护车一直开过去的声音，所以隔天一早走的时候外面就是都没有人，然后饭店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紧绷，那到机场就更紧绷，就很还蛮大家都蛮严肃。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